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成就生活极致，创造无限可能。 Cabral Serve Your World， 标新立异，尽在凯擘。在地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看《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今天是星期四月初一，旧历二月十三，礼拜三。咱先来关心今天的三十秒新闻重点。高雄公馆了餐饮喝酒混的食安问题有新发展，中华关卫生局对早发现连制药厂的卫生嘛违法使用碳酸镁，目前卫生已经全面下架回收。中华管理会召开第十八届第二三次临时会，审查中华县政府的追加建预算，为着兑现县长为民国的社会福利政策，追加预算高达六亿。中华南苗疆本港进行活动最后一天，伫市区大绕境，因为信众放炮啊，放到半暝两点，让人无多困，嘛引起支持者甲反对者伫网络上逼战。新闻首先，咱来关心这张大中华新闻发报道，中华县卫生局甲这中华地检署查到不少的业者，将工业用的碳酸镁掺入胡椒粉、甲咖喱粉等等调味料内底，后续追查竟然发现这原料商嘛将这工业用的碳酸镁供应予中华县两间制药厂来生产胃散。目前卫生局除了到这药厂来查封着原料甲成品以外，嘛要求要全面回收这个问题。卫生局稽查人员进入制药厂稽查，嘛当场查封相关的原料加制成品。卫生局表示，对查台中二型公司工业用的碳酸镁流向，彰化县包括正中心、甲木川等两间制药厂拢有进货。这家药厂有使用到工业用碳酸镁这个成分当复型剂的，是有正常生的健胃散。那我们查从它平均每年会做三批的量，那 每一批大概会使用到 12.87 公斤的碳酸镁，所以每年大概会使用 38.61 公斤。卫生局指出，碳酸镁在医药上是用来当作泻药啊，或者是药粉防潮使用，本身无毒性，不过有人会过敏，长期服用也是对人体有害。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有稀释减少这个潮解的作用，所以它是像运动选手一些避免滑的，也会用到类似的啊，它也可以用在双层。目前这问题卫生嘛已经通联下给回收，药厂是不是涉嫌不法的部分，等在厘清当中。大专新闻中是梁中华彩虹报道。议会信息。中华县议会召开第十八届第二三次临时会，针对中华县政府追加减预算来进行审查，为着要兑现县长为民国伫咧选举前提出的这生育津贴每一胎补助三万，以及老人加喙齿等等的社会福利，即届县府的追加预算是高达六亿，其中生育补助就要两亿。中华县议会召开第十八届第二三次临时会，这届会期上主要议程就是审查中华县政府提出的追加减预算，特别是针对县长为民国的选举政见，生育津贴每胎三万，是需要追加两亿元预算。彰化县104年度育儿津贴实施计划2亿2400万元，13基药会刮胡4月至12月1853000元。除了省预算以外，有民进党的议员是早真多县政府的文宣礼品，质疑县政府拢已经换县长了，为什么到即马还搁咧发征用县长署名的物件？对此，吴明高是回应：为着无爱讨债，才会继续发新做的物件，只会表示中华县政府未有人名。我是感觉讲，这拢无所谓，因为本身伊对伊来讲，加一项有加一项好嘛，吼。这嘛是咱政府、咱县政府的钱啊，吼！我是感觉讲，嘛是爱甲车、较早过去这物件，吼，这奖品拢甲消耗掉，所以我拢无计较。我支持了的时，这当然大家咧发这物件时，因就较放心啦。若新的部分，我老家就袂去买啊，吼！我迄有新的部分，你甲看，拢无我的名，
我拢无，我拢甲写中华管理员的呢，好以上。魏明国回应后，台下议员真满意。奇怪的是，议事过程中，民进党议员提出质疑，却是由国民党的议员来否决。大专新闻中，谢良中华采访报道。医疗信息：爱食香烟肠的人请注意咯。一名十七岁少年人哦，伊自细汉就真爱食这香烟肠，会当讲是逐天拢会食。一直到这腹肚痛看医生，才发现已经是大肠癌第三期。经过治疗，也是不幸来往生。医生就来指出，像这烟肠、腊肉拢会添加亚硝酸盐，搁再加上你若是用烘的方式，对人体危害是搁较悬。路边摊拍烟肠，一嘴烟肠，一嘴蒜头，是真侪人满足家己的方式。只是这款的食法，若罕罕啊食一遍是无啥要紧。不过若是逐天食，代志就大条了。中华基督教病院日前就有一名十七岁就得到大肠癌第三期的患者，无家族病史，只是因为伊逐天食香烟肠。本身没有大肠直肠癌的家族史。然后在他一些饮食的一些习惯上询问起来，发现他本身很喜欢吃一些烧烤的东西，尤其像香肠这种食物。啊，所以以他整个这样过去病史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我比较怀疑是不是他在饮食上造成他今天这样一个疾病。营养素基础。烟肠、腊肉含有亚硝酸盐，那是个经过烧烤产生的物质，对人体有真严重的危害。香肠本身又是红肉，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利的因子。我刚刚提到烧烤、高油脂、红肉，好，然后再来再加上它是一个高温，高温高油脂嘛，所以我想，烧烤香肠我们是建议是说，小朋友尤其儿童减到了，其实国内研究是说，真的是尽量还是让小朋友减少这些含亚硝酸盐的东西，包括火腿啦、腊肉啦、热狗。香肠，因为烟肠、火腿、腊肉是真侪人爱食的物件，营养素的好友，上好是食较少的，慢慢用烘的、用煎的，建议用煮的，或者是加入蔬菜、用菜会较健康。大专新闻中，是梁中华采访报道。海埔儿童剧团今仔日下乡来到新竹国小庆祝儿童节，嘛为学生带来精彩的演出，因为剧情好耍趣味，或者大小朋友拢做伙动起来。商轮调式建教合作班，四月十一号办理建教面试，本校为中彰投区优质建教合作学校，邀请各国中应届毕业生参加餐饮管理科、时尚造型科面试选读建教合作班，让您升学就业一次完成。同德家商在我们中部地区办的最成功的一所学校，同德教师用一生的专业造就学生一生的幸福。同德为您开启专精技艺的大门。同德家商，赞！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凯擘大宽频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小文。明仔是拜四，也是旧历二月十四。根据通知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北平，好时是早起9点到11点，适合祭祀甲祈福。另外，阁有啥物禁忌提醒，做伙来关心。
新闻继续来关心宗教的焦点。中华南苗疆本港进行活动，伫咧最后一天，妈祖乱叫回乱伫咧市区来绕境，因为民众伤过热情啊，放炮啊，一直放到半夜两点，引起这反对者甲支持者伫咧市长的脸书是互相攻击。区市长嘛来呼吁咱的乡亲会当用拍炮啊来代替炮啊声，用搁较环保的方式表达敬意。中华南苗疆今年六天五暝的本港进行活动已经顺利结束，但是最后一天妈祖乱叫在中华市区大绕境，炮仔声一直放到半暝两点，引发支持和反对民众在市长的脸书顶头掀起论战。市长澄清，炮仔是热情的民众放的，也呼吁加用掌声代替炮仔声，改变信仰热情的表现形式。这位咱南苗疆中华妈本港进行新港回乡绕境活动，员工非常圆满成功，有真侪乡亲啊，有了解讲中华市长的职责，一个是十来间庙的管理人。那么在咱这回回銮的时阵啊，咱本身南苗疆完全无编列任何一角的炮啊，吼，完全无买炮嘛，无放炮。那么是咱的信众非常的热情，因为收过热情啊，有延迟加啊这个。半暝两点才入庙吼，对附近民众造成的困扰啊，咱也感觉非常的这个抱歉吼。但是我伫遮咱会做一个改进，我这么呼吁，咱过来咱大家非常这个热爱这个大家嘛，我们要教育啊吼，呼吁就是讲大家啊，尽量卖放炮吼，用这个掌声啊代替炮声，大家共同啊来爱护这个环境吼。我想咱妈祖婆嘛，真正欢喜啊。新民廖景庙会顶活动放炮仔是传统风俗，但是现代社会对环境品质有更较高的要求，对宗教信仰也有无同款的期待。市长强调，会继续选择环保敬拜方式，相信民众甲妈祖拢会当欢喜接受。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汤圆龙德宫每一年到卖了，甲做进香、妈祖回銮的时阵，拢会经过新港环宫，参加村民卖主动伫咧这个大路边来摆设香案，迎接着四妈祖。这么多年以来，村民是一直保持着这个传统，流露出对妈祖的坚定信仰。新港环宫多年前甲汤圆龙德宫建立密切宗教交流的情谊，每当龙德宫到卖了宫环宫甲做回銮，经过新港乡的时阵，环宫人员甲参加村民拢热情接驾，而且自发性摆设香案迎接四妈祖，成为特色的敬拜传统。传统的啊，阮从来传统啊，妈祖要出门拢就热心的啊。啊，咱参加团啊，即个大家在。善男信女，大家非常的这个心啊，摆一个香碗啊，带一个茶来咧接咱啊，龙德宫的四妈祖啊，接驾就是要来咱新港啊，福安宫啊来回乡啊，伊嘛来主驾伫咱新港福安宫啊，但当然在信者咧啊，这个对着咱这个绕境吼啊，这传统文化咧啊，这民俗啊，这已经啊，这几落十年的民俗传统文化诶，这个两下一定会一届。大家得当了解。乡长、管理员和乡民代表等人也都来接驾敬拜。乡长表示，妈祖文化信仰是地方的特色传统，会努力发扬正面向善的宗教力量。真兴真灵性，所以今仔日是妈祖经过阮新港，阮所有的乡民的大家诚心诚意啊来迎接啊，会当讲保佑所有的乡民会当平安。迎接妈祖的人潮非常踊跃，民众更加信心跪拜两脚卡，希望妈祖保佑平安顺遂。民众坚定的妈祖信仰和传承宗教文化传统，和真侪人都非常感动。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活动新闻：新营国小提早庆祝儿童节，表扬校内各种优秀的学生。尤其伫咧关二关优势村的协助之下，特别邀请到海波儿童剧团来到学校表演。学生真难得会当看到剧团来演出，大家拢真欢喜。
新林国小的学生非常难得会当看到儿童剧的表演，每一个人拢详细看到剧中的人物甲剧情，非常专注。新林国小欢庆儿童节，表扬优秀学生，感谢管理员游水村等人会当安排儿童剧团甲学生同乐。新林国小为下赛开始，阮的趣味竞赛啊，甲儿童节的表扬活动，甲即马啊有即个遮精彩的节目通欣赏吼。会当予咱新林国小遮尔啊偏乡的所在的孩童哦，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啊！我相信吼，伊的童年吼，未来一定有这段啊满满的快乐啊陪伴他们成长哦。非常再次感谢我们的游乐村游艺员。官员游水村表示，海波儿童剧团到校园巡回表演进入第三年，受欢迎的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真欣慰大河美地区的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到艺文活动，更加希望政府单位多多支持。邀请海波儿童剧团来到学校表演，第一年来办的时候，同学非常非常的开心所以我们已经今年是第三年了，都到不同的学校去表演，很受小朋友的欢迎，很少有这个儿童剧团来乡下表演，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举办这种活动我们希望说我们相关单位以后也多多举办这种儿童剧团表演，跟小朋友打成一片。艺术下乡表演，和资源较欠缺的学区学生，也会使接受到无同款的艺文启发，和学童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留下美好的校园生活回忆。大中华新闻，陈文清新港采访报道。乐港的小吃非常出名，连伊的这传统建筑嘛是非常有文化特色。不过随着这时代的变迁，真侪老建筑是被拆起来改建，所以乐港镇即马有一群少年人是来发起着保乐运动，要来保存乐港的传统文化甲建筑。广告以后，大中华新闻有在地观察。凯擘大宽频，跨界合作，全新优惠，现在办200Mbps光纤上网，只要999，免费送 TenLab 耳一号潮牌耳机，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专业的报道，开阔你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给你看得到的安心，看得到的安全，看得到的守护。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六折优惠，只要150元起，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收看的是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吴秀文。咱继续来看这在地观察。过去鹿港小镇是以中山路不见天街闻名全台湾，随着时代变迁，这商业进入到鹿港以后，真侪厝主就开始拆厝改建做现代建筑来租予别人，引起民众抱怨。所以政府即马是赶紧来发起着保乐运动，也就是景观修复的工程，予鹿港街仔路变加搁较水。而且文书工作者甚至感觉这是做的范围应该更加扩大，借着官方的力量来呼唤鹿港人保护高级的意识。一到假日，鹿港镇大街小巷，四界拢是观光客。来到这，除了吃小吃、踅老街、拜妈祖以外，鹿港居民也开始伫咧思考老街古迹要安怎来保存。经济越不景气，鹿港来的人潮越多。事实上，鹿港有这样子的文化底蕴，吸引很多民众来到鹿港。尤其是鹿港有很多的这个取向庙宇
那有很棒的一个美食小吃，所以事实上是尽量能够保存这样子的古朴的小镇的风貌，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鹿港。棒啊！棒哦！哎，这个龙虾超市来了，龙虾好鲜美，啥哎，物件超市了了。听堂的主娘看袂起白虾的侵蚀，条仔头前出现幼幼的木屑。厝主也阁抱怨讲，较早政府捌派人来修理维护，结果是骗局。大门两条好的插头拢互人偷换去。坏物件、较好的物件可能在退掉了啊，就对阮老百姓都无公平，对咱家己人都无公平。充满历史人文的鹿港老街嘛，面临着空前危机。亲像旧客巷部分的这砖墙，为红砖变成艳红色的泰鲁，历史人文风味拢无去啊。老的百年前的这个砖块，那慢慢的消失不见了，甚至屋主在几年前就为了这个红砖的状况，在外面上了一个水泥，就把原本那种古朴的九曲巷的那个味道。陆续的消失中，这比较可惜。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屋主或承租户遗忘了老街的元素，开始改建或者拆除，其实是一个不可乐见这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鹿港老街的一个古味保留起来，希望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能够为我们尽一点心力，然后民众也要有一些这样子的老街的元素放在心里。民众虽然有怨言，但也是有不少人肯定，透过交通部观光局所推动的国际观光魅力景点计划，完成十二号连贯的老厝外墙拉皮工程。目前鹿港镇公所也积极来争取鹿港成为国家历史风景区。开放性的一个古迹区哈，到处装修这个古迹。到处中有一挂历史建筑，所以吼，咱这所在吼，嘛需要吼中央来带咱到协助，和咱鹿港吼会当佫行出去，因为咱鹿港即马目前的这个观光人潮吼，甚至吼袂较输台南这边安尼吼，所以吼鹿港如果若讲有较充足的这个资源吼，来维护鹿港的一挂这个古迹区，和鹿港规划了佫较好，我相信鹿港会成为咱中部上界闹热的一个所在。鹿港镇的古迹老厝，就安尼一栋一栋道道啊消失，充满历史人文的老街，去拄着花花世界冲击，转变伤过紧，失去原有的面貌，要安怎来重建一府二路三板街欢迎景象，嘛考验着政府甲人民的智慧。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随着这时代进步，中华有真侪少年人走去大都市来发展。不过，又阁是虾米原因，让一群这少年人甘愿放弃伫台北发展的机会，转来故乡鹿港投入着保育运动？因透过举办这讲座、拍纪录片、办活动，就是要让民众重新阁看到阮基巷仔内的百年老家古厝，嘛是要让这鹿港的风华再现。要安怎保存鹿港渐渐伫咧消失的古迹建筑？第一步，一定希望家乡更较好的青少年放弃都市的革新，甲民众口中的未来性，回来故乡进行着保育运动。在这一年内，包含我们前面的这栋红旗深宅，那前几个礼拜的黄庆远那一间，然后后车厢这边又有一间被拆掉了。那这个速度其实是蛮快的，那就会变成说，鹿港还是一样，假日的时候人非常多，那到了平日也没有人，那它观光开发的压力越来越大，那就会迫使这些老屋有不见的一个，就是它也没办法在这里生存。那其实，因为我们自己在整理老房子，就是会觉得说，这些老房子它每一间都有它自己的故事以及自己的味道。那如果说你用心去看待它的话，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实鹿港老街上水的是这个巷弄之美，每一栋老厝都有伊的历史故事背景。这款的风景只有用行的才当深刻体会。一号、十一楼，这是以前文人墨客在上面聚会的空间。这十一是哪十一嘞？来，各位，琴棋诗酒画，在上面弹琴吟诗哈。
喝酒的地方，琴棋诗酒画。其实这一年来，这边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老家古厝是这么迷人，展现出鹿港的特殊风情。这群少年人，因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推动100栋鹿港百年老厝的修缮，协助100个青少年在地创业。你老房子整理小爱花了7个月，那他再引进一个产业到这一间老房子，大概花了1年多。那这样子的方式，前前后后可能也差不多快2年了，那但是这两年内被拆的老房子的速度还是越来越快，所以我们都开玩笑，就一栋大概要2年，然后拆一年大概拆7、8栋甚至10栋，那这样子速度永远都救不完了。鹿港老家维护虽然无因为观光人潮来失去自我，但倒是出现一阵认真找出自我的鹿港囡仔。保护鹿港老家古厝，那是一种观光方式，嘛是一种的生活态度，更加是一种永续经营家己故乡的理想。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今仔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仔日总交易量是151公吨，平均交易价上每公斤15.9元。来看详细交易情形。贵啊，上价22，中价17，下价12元；高丽菜上价11.6元，中价9元，下价6元；包心饼啊，上价15，中价11，下价7.5元；面条上价70，中价60，下价50元。火锅上价65，中价50，下价30；土豆豆上价28，中价19，下价10元。花菜上价26，中价23，下价20元；茄仔上价45，中价30，下价20元。福林豆上价100元，中价85，下价65元；葱仔上价24，中价18.5元，下价13元；红金针上价14，中价11，下价8元。菜头上价12，中价9元，下价7元。来关心气象报告，台湾附近水气偏少，在各地拢是好天到济云，西半部的高温拢来超过30度，感觉是偏热。而且在中昼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高，所以乡亲若是出外爱注意着防晒，而且爱加补充水分。另外，根据这个卫星云图显示，今仔日这第四号风台梅莎，伫咧今仔日早起8点已经增强为这强烈的风台，而且这个风台眼是非常的清澈，往这西北西来刷叮当，目前对台湾暂时是无影响。伫咧气温方面，中华地区明仔温度是23度到31度，无落雨的机会。咱继续来关心其他地区的温度预测。像是今仔日4月7日礼拜二，大中华新闻，感谢恁的收看，嘛祝乡亲有一个美好的暗暝。我是李秀文，咱再会。